我们常常在广告里面啊，或者是 MV 当中看到，怎么女明星就命这么好嘞？脸都巴掌这么小啊，腿那么长一双啊，每个人都九头身是不是？其实人家都是有修修脸、拉拉腿的，包括了像萝卜腿，把这个萝卜给它削掉啊，还有胸部呢，给它画个乳沟啊，脸把它缩小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也不用太自卑吧。在广告当中大秀美腿，小 S 的广告让人看到她的完美比例，不过实际公分只有156公分的小 S 怎么会有黄金身材？你也想要有吗？简单啦，修图就搞定。明星修图到底会差多少呢？我们今天请到一个 model， 我们现在看看她脚实际上是几公分，94公分。那我们来看修图之后会变成几公分。明星修图到底是怎么办成的？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正在绘图的绘图师到底要怎么变一双长腿啊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可能用异化工具或是变形工具去修它就可以。所以简简单单用几个绘图的小工具，明星修图真的是修很大，真的很奇妙。利用绘图的工具先缩小大小腿的比例，再拉长，就可以创造170公分的完美视觉。变装千百遍，另外被网友质疑修很大的就是蔡依林，她这一个性感照，一双长腿真的看起来很吓人。只有158公分的蔡依林，越穿越性感。上一张的花蝴蝶看起来有170公分，后来这一张泳池照看起来竟然有200公分，根本就是女巨人。另外像是徐佳莹肉肉的脸后来变成 V 字小脸，力求完美上镜，修图变长腿缩小脸，绘图的科技果然始终来自于爱美的人性。周全球、蒙庆、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